是你写的。那人好像是我，又一个我。我背着昨天的遗物，找到稍早自行出门的身体，迟迟不敢相认。这段非常好，我好喜欢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太精彩了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对不起，我太开心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，在这里，一个文学新星诞生了，而我亲眼见证了它。云香，你一定要继续写下去。翠华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这么出彩的文章了。我把你的诗寄出去了。竹田新17岁写《给养歌》，钟晓阳18岁写《停车站借问》。我在你这年纪，没有你这种才华。谢谢老师。不用老师来老师去的，这种外在形式的称呼，不需要那么多。我先走了。云香。差点忘了，这给你。这太贵了，我不能收。我说过要送你礼物的。对我很适合你，也许现在还不能戴，但很快就会派上用场。谢谢老师。老师。不会因为这种小小的挫折就放弃，继续写下去。有了成绩就可以证明我们的价值。等到有一天，你的诗集出版了，回头看，这些都是过程。我写不出来，什么都写不出来。云香。对不起，我太急了，把你逼得太紧了，当然写不出来。如果我再也写不出来了，不会的，云香，你有才华。如果我根本没有那么好怎么办？我好怕，会不会真正的我，其实什么都不是？
我也一样怕。其实我的自信都是装出来的。我常常觉得我的一切都是别人给的，真正的我什么都不是。老师，你不是这样的。